掩护搜索前进，这个科目只是一个练习，一练习就这么牛啊？那一共几个练习啊？七个。七个练习啊？那得什么样啊？七个练习就不止这些了，包括武装直升机、坦克、步战车和多兵种协同掩护搜索前进。我的妈呀！如果你们有幸留在女子特种队，很有可能练到七练习。报告。讲。 我们不会死了吧？因为我看到那个子弹离我们很近，咻咻咻飞来飞去。每个训练科目都有伤亡率，你们不是都知道的吗？怕不怕？现在退出来得及，怕不怕？ 小狐狸，好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训练他们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。得了，各回各家。 各找各妈吧。报告雷神，你应该给50阶。你这个话讲的够心酸的。我给你时间，谁给我时间？啊？敌人会给你时间吗？现在不是还没打仗呢吗？报告，雷神，我是说。 时刻准备着，时刻准备着。你准备什么？准备去送死啊你！打仗，像你这样的能上战场打仗吗？你这样的只能打败仗。中国女兵。 永不言败。好，中国女兵永不言败。中国女兵永不言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不败？谁能告诉我？ 因为压根儿不会让你们上战场。
所以哪来的败仗？打仗？打什么仗？谁会让你们这样的人上战场打仗？现在还只是在训练场啊，就像你这样的人。哎呀，那个子弹嗖嗖嗖嗖嗖，好可怕！那是你战友离你还很远的地方打过去的子弹，你好害怕呀。到战场上敌人会怎么样对你？敌人的子弹是瞄着你们每一个人过去的。报告，雷神，我们敢，我也敢，我也敢，我也敢，我这敢死了算，我也敢，我也敢，我也敢。你们都敢啊？我也敢。知道他的威力吗？知道。现在还敢不敢？敢不敢？敢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的答案就不会变。现在知道子弹从耳朵边上飞过去的感觉了吧？如果你不是个傻子的话，就赶紧考虑怎么滚蛋的事儿。可我就是个傻子。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还是不是傻子？是。我就是个傻子。如果我有一发子弹跑偏的话，你的脑袋就会开花。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傻子？是，我一辈子都是傻子，我就是个傻子。不对劲啊，有什么不对劲啊？你不会自己看啊？我本有心向明月，无奈明月照沟渠啊。哟，你还知道下一句呢？就你看过电影啊？本来不是英雄铁血剧吗？怎么突然变成言情剧了？太琼瑶了吧？不过我喜欢哦。什么情况？乱七八糟的。还是不是傻子？我就是个傻子。干什么？雷神，他已经不行了。这样就不行了。你开枪打他。我是开枪打他。你为什么开枪打他？我。你们以后一样也要开枪打他。报告，雷神，我们不会的，我们不会开枪打彼此当中任何一个人。对，我们不会的。刚才我们进行的是另外一个科目，这个科目叫做信任射击。这个科目是搜索前进的基础，每一个人都要感受一下子弹从你耳朵边上飞过去的感觉。先把这个给我弄清楚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们才能进行搜索前进射击。心里都清楚。信任射击，我只在资料上看过。现在不需要你在资料上看，
现在要让你们在靶场把这个科目给我完成了。那要是失手怎么办？如果失手的话，我会通知你们各位的家属到我这儿来领抚恤金，还有你们的骨灰盒。如果你们面前是人质，你们必须要先击毙歹徒。你们有失手的余地吗？你们现在如果连你队友的弹道都无法躲避，你们还有营救人质的信心吗？你们是想让人质吃你们的枪子吗？报告，这样不科学。从概率上讲，这样训练总会有失手的时候，谁能保证万无一失啊？科学。当你解救人质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。一旦失手，丢掉就是人质的命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科学。老狐狸，到。一会儿让他们自行解散。好好考虑一下什么时候滚蛋。是。解散。